虽然我们唤醒了被困在沉眠者地穴中的德鲁伊，但梦魇又卷土重来了，把污染那里的会邪住民干掉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我需要先选中一个目标。我不能攻击他。如果不能击溃你的意志，我就毁灭你的躯壳。梦魇吞噬你，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Zavis 的腐化触须无处不在，沉眠者地穴需要净化。